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，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。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坚决反对。我们有坚定的意志，充分的信心，足够的能力，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。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，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，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，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，环境状况得到改善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、贡献者、引领者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，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，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，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，贫困发生率从10.2%下降到4%以下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，建设强大的现代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，到本世纪中叶，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。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，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，向能打仗、打胜仗聚焦。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，前景十分光明，挑战也十分严峻。